赵晨，你能杀了林超确实有些出乎我的预料，但可惜你今天仍旧是必死无疑。是谁给你的勇气在我面前充胖子？上一个这么干的人可是刚刚死在了你的面前。哼，自然是实力给我的底气。这什么，王岩竟然已经突破到了玄阶初期？他竟然隐藏了实力，完了，赵晨死定了。黄阶和玄阶差距可不是天赋能弥补的。哼，太好了，赵晨这小子死定了。天助我也啊，赵晨，我看你这次怎么活下来。糟糕，王岩竟然是玄阶武者，赵丹是危险了。侯爷，你可千万不能让晨儿出意外呀。晨哥哥，你要小心啊。放心吧，我定会保护晨儿安全。看来是拼命了。杀了他，杀了赵晨，为我儿报仇啊。言儿，速速杀了赵晨。是，龙蛇九变，我死。这是王家的成名绝技，王岩动真本事了，赵晨没救了。你们看，他都已经放弃抵抗了。玄阶初期，正好拿你试试我霸天拳的第二式。破天上，区区黄阶而已，你还想翻天？看看到最后是谁死吧。什么？这不可能！去地狱里忏悔吧！哇！我今天怎么老是出现幻觉？刚才居然看见王岩被赵晨一拳干废了。我的天哪，不是幻觉，黄阶的赵晨真的越级干翻了玄阶的王岩。这个世界也太疯狂了，天才被废物碾压，这到底是咋回事啊？怎么可能，赵晨居然赢了。王岩这个玄阶是山寨的吧，居然连赵晨都打不过。嗯，你们俩在嘀嘀咕咕什么呢？天耀侯府啊，有赵晨这样的天才是侯府之幸啊。是啊是啊，有了赵晨，侯府定能崛起。嘿，王家主，现在怎么办？有洛神殿主和虎啸侯在，我们也无法政治阻止。凭什么只有我儿林超死了？王岩也休想逃过此劫。待会儿我先不动，等着王岩被杀后再出手。谁说我儿王岩败了？这场决斗才刚刚开始呢。什么？王岩难道还有底牌？王岩，我觉醒神脉之前，你和赵岩以欺辱殴打我赢的，现在我杀你，你可有话说？杀我？废物还真敢想啊。魔气，没想到这小小天元国之中居然还有天魔的踪迹，看来我当年灭杀的天魔族群还是不够多啊。那黑气是什么东西？王岩的气息怎么变强了？王岩竟然还有底牌，这小子赵晨怕是真的死定了。赵晨还是太年轻了。可惜天元国唯二的先天神脉今日就要陨落一个了呀。晨儿，周丹师。哎，决斗期间禁止任何人插手，店主，这可是你说的呀。赵晨杀了我儿，他今天必须得死。谁敢？去你的，本店主今天先废了你。早就看你不顺眼了。敢打我？敢逼我使用魔气，你死也瞑目了。啊！去死吧！这次看你往哪儿逃。不，晨儿，晨哥哥，快躲开！啊！吞噬神脉，有戏。什么？有吞噬神脉在，这种魔气对我来说简直是大不成功。啊！这
这不可能，怎么可能这么